可美丽可爱，细心照料真真，写写算算，动动大脑，毛毛毛手毛脚，热热闹闹。 BQ BQ 他是外星小队长， BQ BQ 超能魔法真奇妙。欢迎来到麦杰克小镇，小伙伴们一起歌唱，拥抱快乐也有小烦恼，牵手微笑这才重要。欢迎小镇，小伙伴们给我力量，跟着 BQ 大胆问一问，奇妙故事正在发生，快快跟上跟上我们，耶！沙漠汉堡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大家快看啊！我家的后山出现了金色的光芒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大家快看看看啊！让奥塔星战士 BQ 用超能光波来扫描一下，超能光波！我知道了。根据 BQ 的扫描显示，在山的那头有股不知名的强大力量，经判断疑似某种宝物。宝物！太棒了！有宝物，有宝物！淡定！我也好想去看呢。那我们一起出发吧！走了，太宝去了！觉得 BQ 哟，大家过来看，这张就是这里的地图，但是我不能确定冒黄烟的具体位置，让 BQ 来扫描一下。有了，目标位置在这座金字塔的塔顶，金字塔位于距离我们5公里外的大沙漠。5公里，这么远？不去了！多多毛毛别担心。这5公里就让真真带大家走，小伙伴们准备走！哇，太酷了！哇塞，太酷了，真真！真真！停！这是什么？在抵达赫拉
Glass 之后，这里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其他人了。哇，好可爱的三只小猪啊！也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可爱。你们快往前走吧，前面的金字塔得有宝物哦。可可喜欢你们，我们也喜欢你。拜喽，拜拜了，走啦，小猪再见，拜拜，小猪再见，小猪再见。快走快走！啊，这沉睡千年的土啊，伟大的毕达哥拉斯终于等到了你！这是什么？你们快看，是他们在说话！我看看。不要害怕，你就是宝物的主人，勇敢向前吧。他们长得好奇怪，可可有点害怕。可可别怕，来，真真有办法，大家跟我一起，准备。我们到达绿洲了！哇，原来在沙漠里看到绿洲是这么开心的感觉！终于，终于还是来了！伟大的毕达哥拉斯，你的宝贝终于能被传承下去了，我感动得要哭了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大家不用担心，毛毛有身体给你们挡雨啊！毛毛，毛毛，就是啊，是晴天呀！那好吧，我们继续出发吧。好啊。我爱探险，多么期盼，哪怕山再高，路途再遥远，一路歌唱，开心满满，手拉着手。咦，原来光源就是来自这里呀！哇，我们到达金字塔底喽！经过奥塔星战士 BQ 的扫描，宝物就在这座金字塔的上面。哇哇！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够上去呢？是呀，我们怎么上去呢？嘿嘿，看毛毛的，迈卡接卡变。嘿，好了，我们顺着绳子爬上去。宝物的位置，至于怎么把它打开，这个 BQ 也不知道啊。这个怎么办啊？你们快看，这上面好像有数字，好像是个密码锁。密码锁，哎，有了，毕达哥拉斯。刚才一路上，我好像听到过好几次毕达哥拉斯，让我想想，
毕达哥拉斯是伟大的数学家，他好像研究出了勾股定理，直角三角形的三条边是三四五，这就是密码。那你真真，你赶快试试吧。好，这，打开了！真真，你太棒了！原来是一本书啊！神奇，它简直就是为了真真量身打造的。它集结了宇宙奥秘，是一本智慧之书。我要叫它《麦杰克魔法百科全书》。哇，好棒啊！好棒，好棒啊！怎么了？麦卡杰卡传送，大家都没事吗？没事没事，大家看，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。真的加到后山林呢？去哪儿了？天哪，消失了。难道说刚才我们是做了一场梦吗？真真，你的宝物是不是也没了？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宝物，我的麦迪克百科全书，你们快帮我找找，它不见了，不见了！真真，真真，你不是正跑回他吗？吓死我了！太好了，原来这不是一场梦，真真真的是宝物的主人。当天才真真遇到了魔法百科全书，天下无敌了。你们说还有谁是真真的对手？真真又来了，今天得到了宝物，太开心了，真真想跳舞庆祝。深呼吸，我们加油，向前看，我们加油，昂起头，我们加油，不退缩，我们加油，一二加油加油，一二加油，一二加油加油，耶耶耶，路漫长，停停走走，停停走走，困难它埋伏左右，埋伏左右，我和你手拉着手，手拉着手，
世界之大就在脚下，梦想只是梦吗？有梦敢想就去追逐它。长大太漫长吗？每天我有新的变化，快乐过得太快，朋友在一起最难忘啊。